声啊，叫一声对吗？你要帮我看有没有路吗？有哦，只是叫的声音不一样。有血吗？没有，你的嘞？我的嘞？你的没有，但是你的萤幕那边里面湿湿的。里面？嗯，你转过去。萤幕不管啊，镜头没差了，镜头才颜色，萤幕没差了。那个是萤幕的话，是因为室内室外造成的。哦。哪里玩了？什么？我的右脚卡卡的。你刚刚穿的怪怪，你要不要重穿？不是，我是说鞋底、鞋板，鞋板底好像卡卡的。我看，你要立起来给我看吗？要。有血。我看。滑不到。结冰了，卡住了。那我滑不到，要靠一靠才能滑。是啊。有差哦，你有感觉？有感觉，有阻力。真的、哦。下面的这里。滑不动啊！好了，可以了。这只脚有感觉，另外一只脚好像还好。
么突然那么大一坨？应该今天有松雪帮我们增加阻力吧。我好像不可以离你太近，我不是很控制。其实我的雾怎么大到我有点看不清楚路啊？楽しいって花吗？看不清楚，这个白龙，不是我眼睛的问题。
我发现我看不清楚路哎，其实它不是眼镜的问题，拿下来看不清楚哎。下来了，看不清楚路的下来了。对啊，我看不，拿掉镜也看不清楚哎，反而袋子还比较看得清楚。你要去哪里？哦。好热哦，好热，好热。太热。这是外面那层吗？这是外面那层吗？我拉错了，刚问你，你不回答我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要问是外面那一层。好了，拉电波。我不能拉那么高了，太热。后脑勺最热，它很细。
感觉我要被戳倒了。你干嘛要负责把雪刮掉啊？啊？为什么要负责把雪刮掉？我没有啊。你有？我只是测量而已。就是把雪刮掉了。他们的音效好可怕哦。吓一跳没？哎，脚怎么收脚呢？嗯，啊，哎脚，啊！好热！吓一下就已经吓死休息一下，太热了。花的乱七八糟齁，我啦，我也是啊，我也没有用，我也没有用什么方式在好，就是乱搞一阵。
这边今天很松。检查我那个，怎么了？累了。想要坐下来休息五分钟。坐雪地上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那你要滑哪一个？滑那个咯。好啊，那就去那旁边坐。啊，那就旁边坐。
车。让我冷却一下，我快热死了。哦，舒服，哦，舒服。这是很粉，对啊，很好，很舒服。我很喜欢坐这边。它今天太粉了，捏不出球。好多。冰敷一下。我这边咚咚咚咚咚一大堆，可能有十个 ，OK。还是分开。分开的，刮到树啊！我这个我开的洞，它会不会漏水？啊？会不会跑进去？不会不会，你不要去动它的。那我躺了哦。躺了。帽子的状态。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躺好了，等一下你又会太冷。我想去啊。坐着就可以了。我很热。嗯。我太热了。嗯，好热的，超多，累了累了，累了，累了，为什么？还是刚没热身？你刚从下面下来会紧张啊？我还好嘞，虽然滑乱七八糟，但我不紧张，一点点。现在我可以分好几种程度，一个叫一点点紧张，嗯，还有一种叫超轻松，嗯，可以试着怎么滑怎么滑。这条红线现在算是轻松，快要变超轻松。当然有不同的波度啊，缓的那一部分已经叫超轻松，嗯，陡的部分是有时候轻松，有时候比较焦。要被埋起来了。真的吗？像我的也是啊，这雪花阶梯都很大的。很绵绵的哎。那我应该都要冲去口蒂娜，还是明天？明天口蒂娜一定会爆炸。嗯。我的这个开了。我主要累的是左脚的后脚后面的左边的筋。嗯。左脚后面左边的筋。坐到的地方怎么有点硬硬的？其实也还好，它是配合我的屁股在调整形状，有一种卡我屁股的感觉。现在卡我尾椎，冰敷一下。看，丢都没感觉。撇到完全后退了。啊？他一撇变成反方向回去。听不懂。很会撇。你说谁啊？那个绿衣服的，他原来往右，然后一撇又变成回头。嗯。之前也是播这种歌。闭嘴。这是 Michael Jackson。
连了两块。没有啊，要出发再弄，不要弄。那我呢？你上面有一颗。我看它越粘越多，我看一下我的手帕，然后我手帕到哪去？我手帕嘞？来着，过来一下，过一下，我帮你整个擦一擦。哦，烦嘞，飞上来然后抹到。没关系了。啊，我的呢？镜头弄一弄，不是镜头上面，镜头的上面，好了，可以，可以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好了。因为我冰敷到，因为我不是左边脚的下面吗？你要敷一下膝盖，膝盖就没事。只这样他就埋住了。有路吗？啊？有啊，正在路啊。好了。找了吗？你鼻子露出来。对啊。OK 了。警察帮我把味噌汤味道洗掉。有吗？没有啦。现在用力吸也是吸到啊。我的帽子后面我刚刚有躺，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我看。我看。帮我拍一下好不好？转过来，转过来。好的，好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帽子顶倒是很多、欸。我看我顶也积了不少吧。你看头顶是不是积很多？对，那所以你不要不要，你往后倒好了。好，因为我怕弄到那个去。等一下一定会积到。等会等会等会，我帮你把线刚弄好。好。好了。你哎、欸，你衣服又湿掉了，肩膀，你这个真的透水性有点差，走可以走，湿掉。你弄到我的这样，你要滑哪个？滑下面就好了。
吗？知道吗？还好吧。真的吗？还可以吧。我有想说要回复降钱啊。嗯。现在就先试试吧。刚刚你后面有两三个人在打水。真的。你一转。是我被我挡到吗？他自己要选那个路线的，他没办法控制他自己打水。我转的不像要转弯的样子吗？蛮慢还是快？你说我转太慢，害别人摔倒。我的问题啊，轻轻松松来滑吗？双手张开，稍微往前，保持平衡滑下来。没有办法很轻松，因为它还是很跳啊。没有办法很轻松，因为很跳。坐中间的哦，好。哪里？弹的我就没有办法，真的很轻松。我知道不弹的地我才有办法轻松。嗯，对，因为也看不太清楚。嗯，随时要 alert。有一点热哈。alert。alert。alert， 就是要紧张啊。嗯。要 keep alert， 因为会蹦蹦蹦好就摔倒了。嗯。有点跳。
个，这样子能量的消耗是我们的三倍。大腿那么蹲很累。对啊，你之前很累就是累啊，就是啊。现在比较不会，你现在一样的波，你花你之前一半的力气下来了。对，我这里还是没办法放到最轻松。我也是哦，因为太跳了。我昨天岩月，岩月我放到最轻松。岩月我也算，因为下山走三次，所以很熟。那个下山的路还蛮轻松。而且我自己觉得我带路的那次我冲很快，没有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，我昨天没有 review。帮我看一下，你也有水珠哎。嗯，太好了。我嘞。一点点。好夸张，为什么我没有扣？为什么没有扣啊？哦。只有放这个了。哦，那就好。还有镜头，刚好摔倒吗？没有啊，只是我很老是忘记扣。好啊，既然怕跳，今天就要练极慢速。我们再来练那个小转好了。那个好费力哦。嗯，没有啊，在很平的地方，我也来练。也没有动力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动力也不够。动力够了。够吗？绝对够，只要有小波都可以练。脚很酸，这个脚很酸。我看这个只有一大早滑才会轻松吧。那听你早上那样讲，还觉得你一开始就要放弃了。没有。我看瞄了一眼，觉得有点白痴。后来过了二三十秒，就想说，我再问一下好了。那问到就到了。然后我在讲完话的同时，你也在讲、就有了。只是你为什么不问今天？你都来了。啊？你都到了，为什么要明天再去？为什么不问今天可不可以？因为我今天。你也有心理准备啊。你明天就不累吗？又看不到山上了耶、好不啊、那个在教、在教学，你看他用放放放来教哪里？那个绿色的手放右边，放左边，接着换放放换边，换另外一边，换另外一边放，然后重心要放外侧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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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也可以跟着他们滑啊。不要啦，被发现丢脸。我们是在复习啊。他们上课一次都有两个在顾。上次我看他们的话，就是一个头一个尾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带头，一个带尾。然后那个制服好像就是 Evergreen。我蓝绿就是啊。对啊。啾啾在那里。八字的下滑，他很快就停了，我都会滑一阵。因为他比较矮，这里也比较滑，不错，不会太冷，要凉下，膝盖也凉下。他是自己准备要上，我以为他就要这样滑过去。然后配一下，人家以为知道你在什么呢，太怪了，蛮惨的。他今天没有办法听，就看一下。他应该要去维持。要去维持。看起来他连普通的滑都不是很会，这对他来说不会太陡吗？应该说他他连他连正常 S 应该都没有办法。他跟我们一样啊，以前的时候就是这个坡度。对，所以我说他不应该在这种地方练，身体会想往后缩。太惨了。然后他身体往山上缩的话，他就更停不下。他上半身要往前，往前凹下，鞠躬下去才有办法。我的鼻子没有露出来。没有，我应该。你的镜头粘了一个很大的血。弹走他就，他
下去。了车，可以的啦。先滑下去一点吧。我的镜头没有挡住吗？没有。确定。你不会再挖洞吧？我看你做做看。我就不会啊。不会吗？出水的时候都救得回来，你真的是现在往这边的话很习惯了，往这边的话会自己担心，对不对？哪边？往左转的时候你就转不过来，往右的话转不到过来。不会啊，我就说我左脚现在比较有信心哎。那你再转几下看看。往陡坡的时候，右边是本来就会扭，你就会说我扭腰，就说我不对啊。你刚好像扭得不错啊，好像。嗯。你自己觉得？很累。很累。扭不是很动。那个老师教为什么看起来那么轻松？我们应该请一个老师。嗯，是啊，下次。其实啊，那种跳起来啊，是一个取巧的方法。嗯。然后正式上课的时候，他是说压力要释放。哎。我们平常这样子转的时候啊，我们这只脚不是都压得很直吗？嗯。这样子绝对没办法转。嗯。这样绝对没办法转。你一定要把它弄成平的时候才可以转。嗯。所以啊，上次学宇就教我们说，你放开试试看，就是教侧滑的时候，在放开的时候才有。啊！好，停了。他就是说，确实。还自己踩住自己，是要怎么分开？可以啦，收回去。收不回。他就会教说我们感受一下放松的时候是怎样，因为只有放松的时候才可以扭，好放锁住。嗯。然后呢，我原来那个什么自己训练的影片就在教这个。嗯。他就说车降的时候的要诀什么的，车降的时候，人其实是这样倒的嘛。嗯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板子是不是就一起滑下来？嗯。板子要不滑，是不是板子要立起来？对啊。但是你那个时候又不能整个人过来，嗯、所以他的要诀是这样子，上半身这样子，对。所以就是说这样子滑，屁股一扭就停下来，滑，屁股一扭就停下来，卡住。对啊。然后停，对啊。他是要讲这个。然后其实重点不是说停下来，重点是说松开了，松开的那一瞬间，你就可以转过去，是吧？然后我看影片是这样讲，哈哈。
远了吧？不是要很快的转吗？刹车而已，就是说你先直往下再练侧刹，就是说只练刹车就好了。嗯，停，冲停，冲停。对啊，我就没有讲这样子，刹车的那一瞬间是一个小转。我就停不下来，我侧刹常停不下来。所以你其实只要练侧刹，练到侧刹越来越稳以后，连起来就是小转。然后左右侧刹分开练，那在这种缓坡，你就往下一点的侧刹，很高，所以你可以比较左边跟右边哪个比较省力。然后这样子就是延续一点，就是小转。然后去顺着这一道下去，啊哦！脚太分开了，我觉得这会造成我会被绊到。所以我教你另外一只脚抬高一点，避免另外一只脚分叉。你就暂时用另外一只脚抬高一点，让它不要被拉远就好了。嗯，对啊。嗯。热起来了哈。本来就很热啊。嗯，好了，你溜一溜，或者是说你要练后要溜都可以，随便你。休息一下。啊？要滑回去那边吗？好像那边呢。Thank you.
乱滑了，我觉得我没有滑好。是啊。有跳吗？这一次。一点点啊。啊？有啊。那你不过滤失败的。我觉得有点累。你不要休息了吧？我左脚那个伤一直在你要走左边还是右边？那我过。左边啊，右边啊，什么右边？下去的地方。不是啦，我说你刚刚在哪里？自然比较速度，人多的时候它速度会不一样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其实看起来他们也蛮快的。差不多，我一直都没有追，要追过他的趋势。就是一样快。哦。甚至今天好像他比我们快。没有没有，老是怀疑旁边要比我们快的。桃红色已经上来了，就一直在那啊。嗯，一样快。我利用这个东西比对那个距离，一直都没变，跟我一样。对，我左脚比较没力，或者是说左脚用那个转不大过来。你是说现在是说你摔倒那一下让你膝盖很痛？不是，是左边的下侧肌肉。嗯，对啊，那一条一直很累。我们又落后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反正就坐久一点休息啊。嗯。那时候连坐着，这个大腿后侧被一样烤啊，都觉得哦，好酸。现在已经不会了。不会啊，像我们这样来白马雪算不错吧？不错，我觉得不错啊。如果你新年这一次赌北海买北海道的，就真的是花了钱又没花到什么，嗯、又运气不好，然后又冷死，会冷死吗？要负三十，或者是啊，不能出去滑都在室内啊，怎么？我的什么？你的变成水珠了。哇！哪里？我已经擦掉了。哎、欸，你又抹了一点血上去。好的，好的，弄开，弄开，好的，没了。这条都变我的抹布了。嗯哼，原来是手帕。原来是手帕，这次都拿来身体。哎、欸，它在胶啊，还是在怎样？不是，不是，在那边扭。我那样很费力，我脚踝好像有点痛，我不要练。嗯，不要啦。因为脚在硬扭硬扭的。其实是在扭屁股。真的，我以为是在扭脚。不是扭，是扭脚啦。但是理论上是整个屁股那一端是腰在扭。听到结尾，没听到中间讲什么。就叫你放下 safety bar for your own safety。没放。没放，管他的，这还好吗？这不是很高。
完蛋了，我觉得戴尔又脏了。我看没有啊。你的已经有小水珠了。不要说，说好的。而且你的，而且你的身上好东西，不要再踩我的上面。好，刚好压住。还是今天要不要提早收工？啊，是因为你明天要上课吗？也不是，觉得比较累了。啊，太阳有点多哎、欸。啊，是哦。对哦。好啊。哎、欸，那你去上面，你真的不想滑，你去上面坐着等我们，这样怎么样？没有，我就放轻松滑、啊。没有啊，你真的不想动，那你要不要在上面等？我没有不想动。还是你想，你是要回旅馆睇嘞？还是？没有啊。我就是，那我就很轻松的滑吧。本来就是啊，你自己也一直告诉我轻松滑啊。嗯。我也想要拿着瓶子，我喜欢，其实我不喜欢拿杖。可以这样试试看，你不然你等一下这样试试看，我看你滑的怎样。跟你后面。哎、欸，这个扭了一下又收不回去，又扭了一下，东看西看。我觉得脖子应该也很酸，一直都要看后面。谁的？滑、啊、snowboard 的人。哎呦喂啊！我的妈呀！这样也回得去啊？还在干嘛？好怕、啊。直下就可以了。这个人很荧光呢。那个红的是老师吧？他刚刚就有示范。是啊。两只脚很合并的，很平哎、欸，很合并的滑板。对啊，好平哦，我就是没有办法平哎、欸。我现在一只脚渐渐可以，另一只脚不行。我两只脚要分开，我想要平一点，好像比较漂亮。嗯、我是以前以为平，结果很开，然后我猜这一次已经一个弯已经收起来了，回去看影片才知道。好多人打来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怎么下不了车，屁股被卡住。
七八糟吗？不会啊，滑得比刚好。是吗？会吗？怎么了？还是你要去休息？哇！哎呦喂，上不去了。好了，我已经找到东西可以练了。什么？就是把脚并起来一点。对，我而且并起来一点，我左脚好像用不着那么多肌肉，比较简单一点。因为左脚下车。那我并不起来怎么办？啊？我并不起来。你要多滑，你要多滑才敢那个。我现在右往左滑，我已经敢身体朝那边挺起的这样。重心也不会滑掉，但是左往右转还做不大到，左往右转会变成脚开开的，稍微护着，然后因为脚开开的抓地力没那么强，所以肌肉要用比较多力量。我们等到我们两个啊都会到这种 level 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做花式，就交叉式或者是一起的。那脚都好合哦，好好哦，我的脚就合不起来啊。我猜下次再加个九天结尾，你就开始合起来了。我觉得啦，多滑真的有用。喂 ，check。
这脚合不起来。有啦，你这次跟上次比，上完全不一样啊。坐。你回去要跟 Baby 分享那个的角度，你下次以后好看就知道了。要这样放在前面，往前抓，往前放啊！放在头顶是看不到自己的。哎、嗯欸，看这个，看这个，看这个全身黑的，倒退路的这个，嗯、看他，看他怎么练习小爪，他是用内发小爪。刚刚还是刚出来的时候，他没有要小爪。他有隐形的棒棒，他没拿棒棒，但是他的手势很像有隐形的棒棒。对啊，他的脚都好平哦，我脚很丑。这个是，哎，那也很平哎。左扭右扭，哎，他内脚抬起来一下。老师在哪里？搞不清楚。我的镜头。有水珠在这前面。我们两个都是，对啊，一点点。我弄一弄好了。好，我来。不用手帕啊。你的擦一擦。好，我在哪里？你自己。还有，再擦一擦，再擦一擦，再擦一擦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要不然呢？没有，我在。好、啊，握不掉，不管，不要动，那是冰块，不要动它。冰就让它冰。我们是一点出来的，还是一点半？一点。那也花了一个半了。啊，是啊，现在几点？那两点半啊。好了，休息一下。我们滑这一趟坐上去。坐旁边那个车。对对对，那比较高，然后撸回那个出口。好。再怎样都比圆月好，早饭去。对圆月很多怨言。有啦。我觉得。好，我来研究。我觉得。人家都可以合起来。不合不起。射降，再学射降。哎、欸，再学点照，又点了一下，老师就走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就站起来了。可以啊。你先滑，从下面往上看我滑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想知道我自己自觉的自在滑到底有没有自在。看你滑，你要回家看是不是？对啊，回去才看啊。啊，你只要看着我录就好。脚要多病才是病。天哪、啊，他们的管何病啊？他们的病，我的膝盖要碰在一起耶。那怪怪的哦。他们的病，我真的要这么病啊？我这样
梦，你看着我，看我脚有没有病。蛮勉强的啊。不行。那在下面你还要再一段嘛？下面再一段。我看来你已经蛮病了哎、欸，日本人那种病很难哎、欸。我在我眼睛看来，我觉得你已经很病了。刚差点摔倒，然后还是摔倒，没有被颠了一下以后，脚摔到都脚都抬起来的那一种，就哇，然后踩回来之后还是摔倒。
看你哦。好，没关系啊。有啦，后来回头看啊。对啊，我就想说，反正等你停住的时候，我再滑掉了。而且那边一直跳跳跳。哎呀，但是我觉得你都看起来很镇定，我就会跳乱七八糟。没有，我就跳到不大会做出更斜的 pose。我现在想知道我自己身体可以摆多斜。嗯。哎，我踩在你上面。回去全身都要修理，脚踝啦、膝盖啦、脖子啦。脚踝我常常劈下去的时候，左脚有扭到。超大事！真的，现在最大的进步就是挂靴，脚板不会痛，真的不会痛。是滑到下午比较累，膝盖才会痛。什么叫挂靴吧？我之前是这样，雪板这样挂着，现在不是悬空吗？哦，它都撑在膝盖上了、啊，我脚就我膝盖就会痛。之前很痛的时候，现在都不会，现在真的不会，以前都会。嗯。哎、欸，那个小孩在干嘛？哇！因为我觉得他微微做这个什么动作，不大搞不大懂。我现在是有点想不通，我到底把报道的那一张纸塞到哪去。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是留在背包里啊。不会你塞到我的背包去了。这是可能性一。我背包就放你的背包，那你应该拉开的时候就会发现里面东西很乱，是我的、啊。可能性二就是说我应该收在那四袋东西当中，因为我的那四袋塑胶袋我就分别摆放，因为有一天不是要搬家嘛，然后背背包，对，然后我就想说有的东西不要背在身上。那就不够纸啊，还是不过没差、啊，我那个也我也用不着印出来，我今天就直接把 reservation 的 email 给他，他果然找了一阵，然后就疑惑的说，你这是 prepaid 的吗？对。然后我说不，这是 free 的，他可能就要到另外一个地方找，好像找到了，嗯，然后就帮我改登记成明天。外国人还是日本人？外国人，都是外国人。他们里面都是外国人，没有日本人。都是外国人，也许有日本人吧，但是他们这里面那个 school， 我觉得大部分的客人都是外国人。好像老师都讲英文的。对，而且一定都讲英文，而且几乎都外国人脸，柜台啊什么都是。嗯。对啊。我看一下我的镜头。你的 OK 啊。你的好像也 OK， 就一滴滴水而已。你这个水带回去，赶快要弄干，不然坏掉，又要坏掉。我把它放在那上面好。会不会太热？应该是不会。它自己发的热度都更高。但是没有那么久啊。那久没关系啊。我想明天早上早一点，礼拜一早上早一点，六点起床好了。嗯。起床收东西，收雪板。嗯Yeah. 可以帮我吗？ Yeah. 我都要抱着跟棉花棒一样回家。六点起床，先去干燥室把它拿上来啊。其他都收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只要多收雪板，那这样时间应该够。六点起床，因为你还要走，有个十分钟走去巴士站，拖着行李走去巴士站。那时候如果下大雪，也有点烦，一点点。做了很久呢。加固，好想要加固哦。加固，热气的宝宝。那个树冰要掉下来一点点。树上的雪啊，你看一直一点一点在掉，越积越多。太重了。要掉了，哗！掉，哗！狮吼功哦。啊？
狮吼功吗？呵，嘿，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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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掉了。我的音频比较有用，是吗？我有狮吼功，这边一直掉。太重了，真的没有叫，真没在掉。好，再试一次。还是有在掉。好，你仔细看这边，没有对不对？有啦，后面在掉啦。鬼吼鬼叫。好了，放放放。小推两下。哎，不止两下。对啊，就爬上去啊。有点烦。走到这边来，好像也没有比较深。算了，我用拖的了啦，走也走得好累。真的吗？我怎么知道嘞？他扛着鞋码跟放放，然后就滑走了。真的。互相拍拍进去，互相拍拍，投过来，投过来，你肩膀超多的。没有，真的在拍啦，谁在打你？没有，你的肩膀很多。你要再帮我检查一下，因为我在帮你拍，可能我身材会头头头歪着，歪着。
还没停呢、欸。啊？还没停。对啊，还没停呢、啊。脖子倒是。啊。